然后他想静嘛，他想求个静，想静不下来嘛，海浪声哈刺耳的海浪，然后就起来一下落下来，起来了他觉得很受干扰，然后这就是他的修耳根源头最后成道的，就是最后他发现的声音是由他的心生出来的，就是这个声音本来无声，本来就是没有这个，就像所有的东西是由你的眼睛看见的，声音是由你的耳朵就心生出来的，闻性啊，闻性就是你的，就是你自己去分别了，所以才有动啊静啊，动啊静啊，噪音啊不噪音啊，然后而且这些东西是虚妄的，就是就根本就没有，是你分别它才有，你不分别它动静就不生，它就心就放下来，就进入不分别境界。其实所有的我们的人的一生，所有的经，你不管是有经验也罢没经验，其实你对问题的看法带着经验，你也是二元对立的看法，是吧？不是高的就是低的，动啊静啊，善啊恶啊，是吧？跟我就是美啊丑啊等等，那么它这些东西当心不分别的时候，这些动静就不再生了。至于它的这个世界，它仍然是潮起潮落的，但是只是在你的心里边无相，这就是叫不生法相，就不再升起这个动静二相，这个就是一个修正的一个突破。一直他最后一直破到最后圆觉圆满，就是耳根圆通。老师，那我刚听了就觉得对那个突破意识很感兴趣，就是能让自己意识感觉就比如刚刚走来走去中就感觉意识不到了，就开始突破，就是、那样。对，那样就是先从专注开始，专注于一个声音。你看很多法门，就是佛法里面就是念佛号啊，数呼吸啊，观呼吸啊，观念头，甚至观动静二相，认为它不生我，是你的心在分别啊，然后心安住啊，不要动啊等等，其实这些东西都是先专注的。就像很多小法门都是先练你专注，因为我们太散乱了，先一般是先静下来，先专注一点，然后开始进入无分别。然后呢，无分别的时候，智慧就起了，叫慧观，就开始止观，一般就开始观看。你无分别的时候，你才能看到真相嘛。有分别，你就是带着你自我的东西在看，所以你会说我喜欢这个，我不喜欢那个。这些都是自我的语言了。可以做一做，练一练。没有其他的更好的办法说一下子让你见到所以一点也不修就让你一下子见到真理还得你自己练一会儿练啊，只是说一点儿不行，就太开心了也不是，也有一些人说啊，听到一句经文或者什么突然就开启了智慧，没有经文也有，但是我们毕竟有一些染物，就是染物是什么，我们对很多东西已经执着了，比如说你认为这个花生就是那样的，这就是执着。但是你能说不是那样的，那是啥样的，你又不知道是啥样的，到最后你觉得既然所有的一切是我看见的，不是他有的，原来是我的眼睛出现错觉看见的，这太不可思议，所有的宇宙的发生啊，所有的一切，这样儿子不是你生的，是你看见的，你这个怎么讲是吧？因为你不是你才能理解这个，如果你执着是你怎么能理解这个事情？现在我们就出在什么呢？原来知道的就是明确的知道，我们知道的是错的，但对的是什么样又不知道，是啊，就现在到这个位置，然后也知道这个是假的，可是还明显的感觉到它的运作，它给你带来的各种觉受。对，也不是说假，是因为是为了让你寻找那个。如果不说假，你怎么寻找呢？说它假，其实是。就很多人会，这就冷眼睛啊！你看冷眼睛里面，阿南说，说老师你是这个说你师祖你说这个是假的，我现在做啥时用这个假的？我那个真的啥用也没有，我哪能舍得丢这个假的？我把这个假的丢了，我连你听你说话也听不了了。你讲法，我要是不可惜我也行，我无所谓，丢了的。但你讲法的时候，我总得用这个假的来听吧，否则你看这太可惜，我拿什么听？就在假。耳朵也拿假的听，这就是不了解真的假的嘛，它是一体的嘛，
他以为丢了这个，他不丢，就说这个假的里边有圆满的你在这儿，空性就在这儿，就在这个假的里边，真假只是说佛在讲法的一个方便。嗯，你有圆满的空性，空性在你这一点没丢失过，佛性你下地狱他还跟着，你上天堂他还跟着，一直就在你这，只是你变圆变方，变成杯子，变成喜马拉雅山，他都一不增不减啊，不垢不净啊。你说明天犯了罪，你下了地狱，他仍然跟着你啊，他也没有够染污，他不会染污的，染污的是你的幻境，知道吧？所以他不染污，他这个就是说用你自己不通道众生的那种就是所知啊，你的理解啊，地狱那些东西来去根据你的业力去发现这个世界，看到不同的体验经历，觉受不同的东西。就是我刚才说的啊，地狱道就是恶鬼，他会看见阳焰，你会看见水，他就会经历不同的东西，因为他的业报不一样。就是那个业报是什么？如果是安住在我们现在安住在第一的空性里真空的角度，因为我们是真空嘛，是吧？说的话，业报到底从哪来的？哦，但是你的安住在真空的角度去说嘛，安住不了，所以还是有业报的。是你在受嘛？你在受嘛？是不是破这个就不？我们有觉受嘛？就舍不得这个受嘛？而且在分别这个受，也舍不得这个受，就要证。Thank you.